早啊。是真的变厉害了不少。不过，这位厉害的御运师大人，能不能把我的工作手札还给我？今日还有许多代办事项需要处理。那也行，但我需要提前提醒你，最近燕都虽然没有大型魔物，但这不意味着运尸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段时间人手锐减，积攒的任务繁杂沉重，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现在天色已晚，你已经该收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需要休息，我背你回去。能这样背着你走回去，对我来说已经是休息了。有事吗？不收，麻烦让一下路。他们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孩子，就算进了协会，也很难完成任务。当然不是。是不是最近我太忙了，没有什么时间陪你，你觉得有点无聊？你放心，之后我会尽量压缩任务时间，尽量多留出时间陪你。我很少见你这么气恼的样子，觉得可爱。
至于你说的，我都知道。但现在燕都风云未定，如果我休息了，其他人就无法休息了。既然不得不闲下来，那我就好好享受吧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花架子罢了，而且那个只会絮絮叨叨说话的巫女也完全不像你，你比她勇敢多了。燕都的夜晚总是很热闹，我很久没有像这样停下来好好看一看了。其实，在你醒来之前，燕都的人都很害怕御影师协会，如今却能信赖我们，仰仗我们，甚至还会编出戏来歌颂，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。青史留名这种事，没什么好的。背后的代价，是逐渐承载不了的沉重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让我在你身边再多休息一会儿，多偷会儿懒吧。